请你告诉我，女朋友也该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都告诉我。风里爱上芥末，有不同的过去，却有契合。女人怕沉默，沉默就像是沙漠，爱流失的更多。我真的是没有看过嘞，那肯定不是的哦。他东小弟，这个对了啦。老板，老板，怎么回事？今天是来娶老婆，不是娶别人哦。不要叫什么？我还要上场，上场我才叫。不要，能吃了啦？你还对我拉伸？所以没有了。我没有进化啊，我们最大。可以。啊，你们上课来绑个红眼睛而已，很简单。可以，我怕暗。给脱了，来当归起来，哎，当归起来，就一人抽一张，一人抽一张吧，多了，不好累，哈哈哈哈，是这样子，他帮多点听不到很多，要插在里面的啊，放给你啊，马上。马上累了，快点了。来，快点来，给我改，放多点，越多越好的。我不要想了吗？我们有想就10、9、8，红包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一题就秒。正常的点那个，有这种中吗？中吗？是。可以选择题。你死过了，两年吧，二姐很可怜啦，白啦，没有100，这二姐收的，我们没有收你的，真的。我只有一张。五十年吧，二姐，爱你到五十年。我爸80岁都死了。全部站进来。啊 ，OK， good， 耶 ，OK。哟。好难出来啊！直接开门眼镜啊！我。好准备。帮忙做家事，这是一定要的，肯定啦！我每次都是我做家事，薪水全部交给老婆管，肯定啦！我每次都是你拿，疼爱老婆我会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这不是在开玩笑的哦！因为我只要老婆开心，老婆你开心吗？开心。只爱老
人绝对不会想别的女人，这句话绝对是真的。明白，哎，我妈妈嘞。一个女人，她跟你一辈子哦。吴京也是有妈妈吗？她也是爱妈妈吗？是吗？没有人能把你带走，我就要在这一刻宣誓我唯一美梦。我爱你，我将会守护你一生一世，嫁给我吧。夜更长，风轻轻穿过